今仔日大家平安。平安。啊，看到咱真欢喜，因为上帝跟咱三个弟弟，就接近咱台湾啦。先看到咱因为四年，咱已经进入到伫圣诞的季节。啊，圣诞季节来讲，啊，讲就是咱付出牺牲，那是关怀的这个时间。啊，所以像咱伫这边来这圣诞节，会通真顺遂，啊，来食福音，通开发。他到底看见即个中国的游戏是，就讲有一个声吼，啊，即个声就是古早讲的迄个大江交汇的部会时，还有一个啊前辈，啊，伊迄个迄个时阵已经啊八十外岁，八十几岁安尼，啊，伊为了一个啊，我是来伊第实习的学生，即是来伊第实习学生是对迄个学生。伊阿做教授退休了后，倒转来台南市安尼读迄个神学，啊去台南教会咧实习。啊，伊是讲啊，伊已经二十几岁啊，人讲啊，我已经老啊安尼吼。啊，反正伊长辈就来讲吼，咱吼咱是年岁较侪尔，总是无老安尼吼。所以咱是年岁较侪尔，所以无老安尼吼。看来咱咧入去死吼，哇，迄个脚迄个。迄个强度安尼吼，这样的强度，啊嘛上帝教咱，咱永福教会是永远伫个上帝教会教会，咱三个阿头会记得。亲爱主上帝，我感谢你，伫这个课本圣诞这个时，大家伫思考耶稣基督感性，主我愿意将我本身真侪美德来注意感性。主，只要你来愿意，阮就会通完成这个事工。无论阮个人、伫阮个家庭、伫教会、伫阮所服侍个场所，迄个所在就正做主要所讲性个位置。主伫你个面前，阮谦卑来承受即款个祝福。主感谢你个听，临到伫阮每一个人个身上，阮带着上着你。的应允来到伫你的面前，我嘛要对上着你来得到主你所的福源的祝福甲稳定，你的查检啊，你的调研，通过安尼伫阮生活做美好的见证，祝阮知影伫最近，大家人啊，每一个家庭主妇的烦恼，到底阮所用的油是对阮的身躯伤害时，祝你稳定阮的心，安定阮的灵。我阮真正伫主你的面前，得着主你的平安，得着主你的头发。主，阮知影，伫这个世间有真济啊，身甘苦涩的代志在发生。有时阵发生伫别人的心情，有时阵发生伫阮个人的心情，总是阮犹原要将遮个献伫你的面前。我要关心啊，阮所在关心遐个弱势人，需要关心的人。主，阮知影伫这个世间天气在变化，天气在变化时，有时阵阮身躯啊免疫力量减少，有时阵阮身躯气在袂调，有时阵阮的感冒，也是阮身体缺乏。主，伫这个时阵，你就从你的圣手，伫阮艰苦的所在就医治阮，伫阮未爽快所在，主你就医治阮，予阮得到主你的疼伫阮的中间。现在为了阮的个人的事业工作，为了阮的家庭，也是亲子关系，也是婚姻的问题，也是济济阮所关心的事，咧操心八百个，注意伫即时就掏开阮所怜的眼，就将平安放伫阮的心内。阮真侪伫你的面前得到平安，得到自由的人，主，阮感谢你，你若要保守阮的肉体。另外，要让阮的灵内面得到完全的放平松，完全得到医治，完全得到头发。伫这时阵，主你就将你主爱的双手来扶持阮，啊，将阮抱伫你的胸前，而阮只有伫你的胸前内面安歇伫你的内面，才能得到真正的平安。求主通过你的话，予阮得到洁净，阮也家己得到平安，阮也家己得到健康。愿五万愿命人带来予人平安，带来予人健康，求主施恩赐福伫阮每一个人身上，愿一切阳光归伫你，愿主爱双手
啊，主你出来双手，搁一边来牵阮，引出阮，阮行伫你所爱阮行的道路。啊，阮无就是通过诗歌来见证，无是通过个人谈道来见证，啊是通过啊所有的细节来见证。阮相信每一个人通过阮所有付出的双手的开力，真侪各我各尽的上帝，伫这个世间的见证。伫这个世间的事候，就别想会甲阮同在。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感恩主耶稣的名。阿门。咱今日所读的这个故事，是发生伫亚伯撒冷甲这个撒玛利亚犹大里的这个所在，特别是伫这个撒玛利亚甲加利利的交界。这是一个较庄严的所在，啊，这个较庄严的所在，并无感觉真孤单，因为主耶稣到伫迄个所在，耶稣到伫迄个需要的所在，啊，伫迄个所在来经过，就是伫要经过迄个所在，伫一个形象时，伊突然间听见一个足大的声，伊讲耶稣先生啊，可怜我，耶稣先生啊，可怜我。这款的声，让耶稣停卡。一个看见迄边的人，是一个甲普通人无相像，因手按着嘴，伊也讲，我是无清气，我是无清气的人。这是伊甲耶稣讲，求耶稣来可怜。迄阵，众人拢感觉真惊奇。这个人突然间开出现在这个庄稼的这个所在，应该是应该爱离开这个庄稼，到伫个边边的所在来徛起的所在。相信这个人来到伫这个所在，因为因听见耶稣要来到伫因中间。这个人在大声的喊话时，耶稣嘛知因就是。泰戈病的人，用泰戈这两字，咱较容易了解，则是对这汉姓病的人来讲，比较较无啥尊重。因为这个汉姓病的这个人，若要讲一般的咱所有症人，95%的人，拢有一款的免疫，会当抵挡这个汉姓病的人。只有5%的人，佫是。足少的人才会通治着这款的病。耶稣嘛知影，这款的病对当时来讲是一个人所拒绝的病。在这个时阵，耶稣并无用伊的手，还是讲用药啊来解决。就解决，你去予这死啊，你去予这死啊。圣经记载讲，当因去要叫祭司拿的时，因的病得到医治。在这个故事里面，咱看见讲，哪像到这就结束。咱看见这个受医治的人，伊祭司也讲，你的病得到医治啊。这人真欢喜，因为阮离开家庭已经足久啊，阮来到伊这个偏僻的所在，家庭已经足久。阮这个时阵是赶紧倒转来看阮的父亲人，看阮的先生，看阮的囝子，看阮的媳妇。故事若停伫这个所在，就无一个good ending 好的结局。其中看见一个撒玛利亚人，因来到伫耶稣的面前，这个撒玛利亚人。可能来到来要找耶稣的时，耶稣可能离开迄个所在，伊可能经过几节所在，几节时阵才找到耶稣。就是等于看见耶稣的时，就是是拍落去，主啊，多谢你，就阿罗上帝，感谢上帝。这样是对当时人来讲，是一个真惊异的代志。这人病好就好啊，算了，好啊。
就是眼前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倒转来，趴伫耶稣面前，向耶稣洗脚下。所以耶稣来讲：“起来，去，你的心救你。”这个患着汗腺病的人，伊关心肉体的医治，耶稣也乎伊的心得到完全的透白，伊的灵嘛得到完全的医治，通讲伊的心心灵拢得到医治透白。因一个了感谢的人，伊将来一生一定是一个相当对家庭、对社会、对整个的世界有帮助的人。所以耶稣对这个人的医治是完全的医治。那这个故事要让我们得到新款的启示。头一项就是耶稣常常会出现在人衰条丧气、在人失望甲绝望的愈甜的中间。耶稣常常出现在人需要软弱的时，咱看见这个患着糖尿病还是讲汗腺病的人，因在些环境，顶有讲是整个的这个社会甲伊判死的，就是因得爱离开因家己的家庭，离开因所住的这个社区，到伫迄个偏僻、郊外、山区的所在，伫遐来生活。阮有一个同工，伊到伫中国四川的所在，去啊做宣教这个工作。伊去的所在就是金针针下、金针卡个别山东的迄个所在。原来住伫迄个所在人，拢是患着汗腺病啊。伊若是无病啊，就是无病啊，就是去外一边，啊是针头拢无去，脚剩一脚，甚至因无脚，得用脚掌骨来做脚安尼来行。即款里面，真侪整个即个社会所鼓吹的社会边缘人物。所以顶有就是讲，这个社会甲因判死刑。这个人，伊到任何一个所在，拢是互人拒绝。但这阵的人，通讲是一个无路通行、无脚无家可归的这可怜人，永远甲这个世界来拼战，因已经无机会。通倒转去因家己的家庭，嘛无机会入来到伊这个庄稼的所在。若拄着人的时，因着爱手安尼来话讲：“无钱去，无钱去，请离开我。”迄款内心的冲击是何等的大。利未记十三章四十五节，因讲着爱拆离家己的衫。搬上头门，然后黄面来话讲：“我无钱去，我无钱去。”因受气伤伫迄个赢外所在，因袂使一摆到伊这人大诶所在。即款诶情景，通讲对因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真可怜诶即个状况。现在中国的这个汗腺病的人啊，真多。中国政府嘛，差不多将这些人搬到伫迄个山区的所在，就是我头拄仔所讲，即、这个四川，也是讲啊彝族的即个所在。
啊，因住伫山洞的所在，住伫因家己的大寮啊，家己的，而且用茶所大所大的这个所在，大大细细伫整个的中国，差不多八百个城下，是住这款的人。当地政府嘛，差不多无咧甲因关心。直到目前，因的生活要过着迄款毋是人的生活的即款的环境。虽然这所在是无人行到头的所在，即个别个汉姓的人，伊嘛家己知影，阮着爱自先。所以，伊家己建造、建造，这所在是因为无关公客到伊的所在，所以是真做一个真水的所在。总是伫所有的这个旅行真水的所在，真无去的所在。地图，你袂当发现到，迄个人所住落的迄个点，所有的介绍袂去介绍迄个所在。迄所在是人所古传，整个中国人改古传的所在，甚至迄个所在也无人行下到，政府嘛当作无遮人的存在，管政府嘛无将遮人改做户口。你这人丢伫这个世界是无存在啦。伫这款情景下面，福音到底是存在？咱住伫台湾的所在，有足侪只听主的人，欢喜到伫迄个世间人所古转的所在，咱就欢喜。因是伫一个。人所古传的世界，就是天不绝人之路。耶稣是真怜悯，耶稣欢喜来到伫这个庄稼，耶稣欢喜来到伫这个汉身边发生有人住伫迄个所在，在出入的所在，你想？耶稣来到这讲某件，耶稣知影，这个人伊需要耶稣，需要耶稣的医治，所以耶稣就出现在迄个所在。因耶稣出现，我这人伫个唔慢，咱想看卖，伫咱今仔这个社会，有关于这心心灵受创伤的人。因生活伫迄款衰条丧气、失望、无助、无奈、绝望的中间，常讲是失魂落魄即款的情景，甚至会患着汉生病啊，同款。人甲因骨折，因需要一点药来甲医治。伊伫伊个心心灵当中就偷拍，咱咧想讲，遮个嘛着汉身边人，伊若身躯好起啊，伊嘛袂使倒转来原来的所在，特别伫中国，伊就是好起啊，嘛是所有的社外口的人拢甲伊拒绝。伫迄个所在有到第三代，其实汉姓病这毋是一个足严重传染的病。有人第二代就已经伊个囡仔是真健康、真勇壮，第三代伊个囡仔是真健康个啦。就是含这个囡仔，因都袂使一摆到伫即个中国人的社会内底。咱想看卖，这人因的需要，耶稣知因的需要，
因知影，因需要一个盼望。所以有真侪台湾人，嘛到伫迄个所在帮助因。就这人欢喜来亲近耶稣，耶稣就帮助因。这十个太哥汉神命啦，因看到耶稣就话讲：“先生啊，可怜我！”当伊安尼喊完时，耶稣就回答：“因这人因亲近耶稣，就真多解决因人生问题的一个方式。”马太福音段十一章二十八节来讲，既然劳苦担担担来就问我的，我要给伊得到安息。这款的情景，咱看见，这十个患着汗腺病的人，耶稣甲伊讲：“恁去予济世啊，恁去予济世啊。”这人因拄着这款的情景的时，因所面对的是一个无盼望的这个环境，总是当因对耶稣大声话时，耶稣就听去了。耶稣知影这人的需要，所以咱今日面对的新款的代志，人有绝对家庭、社会。也才有真正看袂起你，所以你毋通袂起钱。你问伫什么所在？甚至你家感觉你离开耶稣遮远啊？只要你若愿意开嘴，甲耶稣讲，耶稣先生可怜我，耶稣会听，甲怜悯就随时要到伫你的身上。伊嘛要甲你讲。去予济世界，意思你的病就得着医好，你心内一切不足，主耶稣要完全掏空，求就得着，找就拄着，拍门就要甲你开。这是耶稣应允世间任何一个人所有上界大的。你相信耶稣，会来做这代志。这些人都不跟耶稣说，你也不管说对，你也不管我药，你也不替我祈祷，就到你有这世人，这些人完全相信耶稣，这些人他相信耶稣的祷告，这个时候就临到你的心情。所以当他们去有这世人的时，圣经记载说去的时已经清去，去的时已经清去。你对耶稣基督的信心是何等多？总是因俩这个异地，其中有一个人倒转来跟耶稣先生讲：“多谢，过来俄罗斯。”这人讲。是乎整个的这个耶稣遇到这个代志有一个真水的一个结论，这众人已经看见他们的喜乐，对悲伤到底喜乐，对忧愁到底喜乐的这样的状况。这人虽然是十分之一，总是让人看见这些人在耶稣基督的厅里面真多有盼望的人。这款的盼望是上帝要通过耶稣基督，也要通过你的手来带给世间人盼望。咱第二项咱要想要思考的就是耶稣为什么爱这些患着汗腺病的这人，叫这世人。圣经记载，讲因起时已经好了，
讲，这是上帝甲人六地各尽其职。换一句话来讲，这个世界真济只个代志，是上帝做上帝在做的代志，人嘛爱做人应该做的事。咱看起只个包红病人，因有去做因应该做的代志，就是叫做这些人，因对看到耶稣，和耶稣甲伊讲，去予这些人，而且中间去到伫迄个，和这些人这样代志，因有做。我相信，因若无去无做，耶稣甲伊讲，去予这些人，这个病嘛拢会好去。那为什么耶稣爱去予这些人？圣经记载讲，这个人病。这个人患的汗腺病，是予祭司甲伊宣布，去验了后甲伊宣布讲，因患着这个汗腺病。所以，大家人拢知影，因就是拄着这款病啊。咱来看，第二十三章第一节，就这款记载。就是这边人好去的人，因犹原爱去予祭司见，予祭司甲伊宣布。第二十三章十七节讲，祭司爱宣布因清气，所以表示伫当时有一个规矩，有一个同个人知影的代志，就是我犯了汗腺病，祭司甲我宣布，总是。当我病好去的时候，嘛来祭司甲我宣布讲，我的病已经好去。耶稣伊伫这人，因无去哦，祭司也嘛是好去。总是伫大家人公布的名单内底，也搁有伊的名。要安怎将这个名给伊去掉？是只有祭司宣布了后，公布了后的事，伊才会通。将这个名丢掉，这是伊爱尽的这个工作。果然，这人因这个义理较超凡。为什么耶稣爱伊安尼做？其实有公信力、有公信力的这个检验的人，就是上帝的见证者。这些。伊有当时社会宗教所赋予的这款的公信力，等于讲，这个人病起了异地偷病，就是大家人鉴定，伊就是身躯健康啦。有一个个案，伊安尼叫医生甲检查，伊是。是有这个感觉，我已经安排所有的这个时间啊，要去手术，要去接受这个医疗。所以伫这边，这个祈祷的聚会来的啊，我师替祈祷，祈祷了后，伊感觉是愈较轻松，就是伊嘛知伊的病好起。伊嘛照常啊去予医生搁再啊最后的诊断，然后要决定啊要甲伊开刀啊。总是伫迄个时阵，医生来讲：“哎，你流派无去啊？你食啥物啊？”讲无啊。伊食啥物？哦，耶稣医。医生。看这个患者的病，然后给他开证明，给他讲他是患到这个癌症的人，要接受这个医疗。这在病院的考虑里面，病例里面是有。假使这个医生如果不跟他说你的流无去了，那个病例才会写说他流病
伊嘛爱叫这医生甲伊搁再一遍检查了后，爱伊病一个医嘱来甲写一个，爱伊的这个症状无去啊。耶稣写来爱食的，还得汉生病啦，去了这死啊，就是食的人会通食多，耶稣基督我会坚持，这人真正好去。完全医治啊，完全这个操办。所以在这里看见，人应该尽的本分，人也得尽。何况，人的世，在人的世界里底所遇到的每件事，常常有迄个原因。虽然说。伊个教师内底嘛安尼讲，讲当你要献祭时，你若想着讲我甲啥物人无好，你就赶紧去甲迄个人好，然后才倒来献祭。意思讲，我今仔日甲即个人无好，即个干也无透，袂使。啊，只有要透才找着即个人。咱看见路加十五章。这个人民主的老爸跟这个奉公主的故事，这个奉公主他发现就说，哎，老爸主地满满是的这些牛草，啊，我在这里要流死了。然后他说，我就起来去找我的老爸，跟他说，阿爸，我得罪天跟得罪在你的面前，等等这些事。果然他就起来去找他的老爸，伊若要去找伊老爸，伊永远就是流浪伫即个所在。去找伊老爸时，伊老爸就赶紧底下甲伊揽来甲伊浸，然后用衫互伊穿，用鞋互伊穿，甲伊挂手指，搁抬陪前生来请大家。伊甲老爸关系好了后，甲老爸关系解决了后，即个代志，伊的身份。就来回来，表示每件代志都有伊的原因。这个若无透，应该是这个。咱看见，才会犯着判刑的人，因安尼来做。讲个这是上帝对因特别的疼甲慈爱。人应该尽本分，嘛得尽。那第三项。咱所谓三个朋友，就是耶稣关心的代志，是人真正这个医治，得到全人的健康。一个人的全人的健康，就是伊的心、伊的身躯、伊的心理、伊的心灵得到医治甲头发。在1948年，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内底在讲到这个健康。是什么意思？用这个健康就是人的身躯，还是人的精神，还是跟这个社会的这个关系，都会通有迄款的健康的状态。就是讲你的身躯好，精神好，然后你跟人的人际关系，伫这个社会，你会通跟人斗阵。啊，这所关心的是什么？就是你的身躯，你的心理。甲这个社会，拢会人处理迄、那个啊，真和谐的这款的状况下面。所以咱看见，主要所谓甲人医治的套房就是安尼。耶稣基督，伊通医治你的身躯，套房你的心，和你的灵快乐。耶稣是爱你心心灵拢得的医治。这包方便的人，还是这汉生病的人，因倒转来看到耶稣了后，伊就特别是这位倒转来甲耶稣说多些讲多啦的，伊得到完全的祝福，甲完全的医治。耶稣甲伊讲：起来，去，你的心救你。耶稣安尼讲，就是表示。这个人是得到
会通进入这个社会，甲人斗阵的基本的这个态度，也感谢。在这个社会，若会晓讲多谢、讲多咱的人，伊在这个社会要甲人相处，就比较较容易。耶稣，予这个人真正恢复迄个社会的真济观念。有关的一个信主的人，伊就会依靠吧。伊信耶稣了后，伊毋是这个信仰家己固定定，伊也去帮助人。有人前这个德蕾莎修女叫做盲目病奇妙，当时伊对澳洲来到伫印度的所在，伊所住的所在气候真快。内底食设备真好，是澳洲生活的状况。总是这个德蕾莎，伊欢喜将迄个修女的衫脱起来，换做普通的衫，然后到伫当时印度遐上界乱叫的人的所在，啥物病的人，伊嘛欢喜去接触。内底嘛有麻风病人真侪。伊家己接触，咱莫卖讲到遐尼远去，伫咱台湾，可能真侪人捌听过，就是孙仔国孙娘孙女的国孙娘，应该是生活伫迄个真富足的环境个内底，总是因来到伫即个台湾的所在，专门接触。才会太多病人，才会患生病人，甚至到最后，伫些六星老三湾太多病人来伫些所在办站这些啥的代志，伫台湾有这么多人在做，刚才咱人看伊今物就这台湾人在关心这个。善者人，还是讲关心者的啊，需要人，就伫咱中华基督教病院，老人医生伊所做的这个卡车，嘛是关心伫迄个需要上界软弱的人的心上的事，予迄个人的人生完全的改变。伫台南。在今年七月，有举办一个活动，这个活动就是台南市长，他代表台南市民，赠送一支台南市民的烟雾设施，送予这个林定辉有孙娘，林定辉先生娘，因两个人做夫妇，林定辉先生。是一个汉姓的人，对国外来的这个伊的太太做护士，甲伊照顾过了的时候，两个人结婚。因一世人关心这代志，甚至到最后，伫接受这个台南市民的英文市民的这个所写时，伊将伊所有的这个。千几坪台南市的千几坪这个土地，献予献做一个基金会，专心来关心这个中国关心这个需要的这个中国人，将伊的现金9000万来捐献伫遐。这个人因一世人在关心这个需要的人，这个人因一世人。在这个台湾，他的生活并无好过，就是因的付出，就是把耶稣基督在他的心中的那个痛来见证出来。因为我要来这个所在，讲到我就顺路先去我的查某囝遐，我
我的第三十五件甲我的第三件事即摆伫南投的中寮教会伫做团队。其实迄个所在，若毋是因去迄个所在，我嘛毋捌去迄个所在。甲只有我伫迄、1999年做槟榔中会议长的时，我是大地动，九级大地动的时，唤起大家人来关心啊，这个九级大地动这样事。当时咱彰化病院、保利基督教病院，嘛足侪医生护士啊，去关心遐个需要的人。就是等我去到伫中寮教会时，我听因个故事，我受足大个感动。原来救治伊个事，所有规个中寮，遐个所有个事拢得了了。我剩一间礼拜堂，无得。原来上帝可能特别安排有备，一间礼拜堂是要做啥物农业？所以伫这地堂以前，有搁安尼装修。征求了多，即个公家机关啊、消防队啊，啊是讲即个校的厝拢倒了了是，我感觉即个礼拜堂无倒。礼堂了后，厝倒会发生什么代志？是不是会死足侪人？即个人要劝退，虽然迄个所在有广场。做些是私人的，先政府来联络，讲甚至迄个所在会通来藏迄个，即个过往的人的身体，当然已经该装迄个刀啊起来啊。总是所有的人拢无出，教会。开大门，开礼拜堂门，予所有遮个商家、所有个遮个将遮死尸拢搬入来礼拜堂，几百区个即个死尸放伫礼拜堂内底。假使若毋是当时个遮个忠职传教者，欢喜将礼拜堂拍开，这个人真正死无安置的所在。基督徒伫迄个所在咧做的工作是啥物？教会伫迄个所在咧做的工作是啥物？是看见迄个所在人的需要。我今仔去到伫迄个所在。已经第二年，永乐在讲，你来吼、准备当时要离开了呢。这个、所在是鸟不生蛋的所在，我听上来讲，上帝感动我来，上帝也会感动我要离。老板驾驶跟我走我驾讲健康被电影令在这里面就是人不爱去的所在这是令爱去的所在甚至他们说要在这个所在带卡等的时间这个所在即摆在做，啊，新的工作、客户服务的工作，拢需要人去办才行。因只有两个阿母在做遐代志，因为遐真侪拢是啊，真远的所在的人去遐做礼拜，要靠当地的遮个兄弟姊妹来做遮工作，是需要费用的。
真加在有迄个台中中会的一只一寡较大型的教会来办十日，底下来个帮忙，总是究竟要两个人两个夫妇来家己做，伊需要真侪只人家帮忙，还是资源来家供给，伊话做见证，伊讲当伊欢喜安尼做的事。你看你上帝准备真多资源，就住在到伊的所在，来帮助伊。咱伫个耶稣基督来听，这个十个太哥的其中的这一个撒玛利亚人，就当来个耶稣讲，耶稣就是来俄罗斯的，这个人就是咱基督徒。我相信。咱每一个人拢亲像即个得到恩典的人同款，欢喜将耶稣基督来听来分出去。伫教会所有聚会内面，特别伫圣诞节，也是即个过完节的时，咱有真侪活动，不论是咱有真侪即个活动，伫做啥物，就是把耶稣的听分出去。感谢上帝听伫我的心上有遐尼大祝福甲恩典。今日我要将这个听分出去，我向上帝祝福咱，我咱应有教会，让这个上帝安排一个适当的传道者伫咱中间，甲咱来做伙服侍上帝，让上帝恩满满临到伫咱中间，咱三个人头。亲爱的主上帝，我感谢你，因为你的主爱永远伫在你的信息教阮世界。我相信上帝听，已经临到伫阮的心中，你的灵嘛感动阮，爱阮为着主你来付出，主阮要甲你讲，圣诞节已经来临，阮欢喜将阮的个性，将阮的家庭。将阮服侍的所在，真侪买店，真侪买座，有主要所感性的伊来滴。愿主来主搁一遍，用你的恩典，今日阮每一个人心中也锁阮，愿带着伊滴甲头发倒转去，愿主你甲阮同在，记得感恩，可以阿所的名。